从去年11月初的时候开始，就是有这个想法。那天刚好就洗头，然后掉下来超级大的一坨，所以就想着整理一下，然后就都留下来了。就家里面各个地方也可以捡到掉下来的头发嘛，所以就只是对这件事情比较好奇，然后就开始收集。刚好到今年1月的时候，就正好是1年了，然后全部加起来之后量了一下。一共周长大概是有5.3厘米这样，绑起来那个马尾辫，我量了一下，就刚好大概是7厘米，焦虑减少了很多吧，因为感觉虽然掉了蛮多的，但是这个头发看起来也没有少很多。我觉得就已经满1年了，这个事情就完成了，可以不用继续了。但是就过了几天之后，觉得这个事情已经变成习惯了，所以现在还是有在继续收集了。